I am Polygroid and you are learning at Impolygroid Channel. Enjoy and have a great time. 魔法师前情回顾。为了重新整理这些书籍不能被借出去。他们在填写我们书中的结局。我为你朋友的书感到抱歉，但是趁你还有机会快离开吧。我有通过性传染的变狼症。另一个乔西告诉我，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，叫加快咒，那也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我成为了女神，我不再跟任何事情有连接。我和我爸爸曾经一起组装模型飞机，你拿着这架飞机到处跑，结果飞机碎成了20片，魔法消失了，我的病情在一周后缓解了。如果魔法回来了，那你爸怎么办？是我妈妈的语音留言。你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吗？好，我认识巴克斯，他是我的朋友。那就让你来下毒吧。你知道最让我难以置信的是什么吗？你怎么能当一个那么好的朋友，同时又能当一个如此糟糕的朋友？神明都很狡诈。他们夺走了我的一部分，让我更清楚的东西。他在那里待多久了？我们从弗罗里回来后，他就一直待在那里。他带你回来的，我也很吃惊。然后你在烤东西，慰问杯子蛋糕，给昆汀的。他爸爸刚过世了。你觉得这雅皮士点心能够帮助到他吗？杯子蛋糕不是点心，是快速面包。你怎么了？我被迫帮那怪物杀了我的朋友。我非常不高兴。看起来他也不是很高兴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沮丧。他都达成目的了。艾略特在哪里？他会害死我们的。我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了这个东西。但我还是没办法看到里面的东西。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？我不知道，这真的很麻烦，我明白的。但人类的身体就是这样，总是感到疼痛，什么都记不起来。既然交易完成了，我想，你在说什么交易？我们带你去找巴克斯了。你杀了他，所以我们两不相欠了。别跟我说什么两不相欠。只有巴克斯跟我两不相欠。你已经复仇了，不如去附在别人身上吧。也许可以附在不是人类的身上。我不知道。也许那样能帮助你想起什么呢？不需要。干。你看起来需要点碳水化合物。天啊，这碳水化合物真好吃。你不是生气我了吗？我不会装作不在意巴克斯的事，但艾略特的事我还是觉得很遗憾。乔西，你没事吧？魔法师，你想要我去吗？我错过了葬礼，我错过了葬礼前的一切。你对我妈妈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事实。我可以告诉她这不是你的错。她觉得自己是大人。我是个只会犯同样错误的小孩。你总是搞破坏，我总是搞破坏。父母真是糟糕。你呢？我要查找玛丽娜的藏书里那些被偷走的书，看看我能不能找出自己刀枪不入却无法施魔法。佩妮呢？她还是这么迷恋你吗？她并没有迷恋我。是啊，他只是喜欢到处跟着你，然后发出一种我迷上你了，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气息。昆汀，怎么了？我只是说说，也许他可以帮你调查呢。你这个混蛋。我是个混蛋。嗨，佩妮，不错啊，看看你。你这语气听起来真自然啊。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？有吗？没有啊。袋子里有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脸上有血。什么？
真的，你看看镜子。不不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这看起来像动物的尸体啊。好吧，也许就是你想的那样。这是因为加快咒吗？我不知道。但你一定有事。听我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一件事情我说的相当清楚了，对吧？你远离。嘿，茱莉亚。各位，嘿。嘿，玛丽娜，有藏什么书在这里吗？什么？书没有。书？我想在其他房间。对，好，但不是我要找的书。我想知道关于神明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他们该去哪里找有魔力的医疗人员呢？不如我帮你找找吧，好吗？问问那些侍女怎么样。侍女，巴克斯的信徒，他们是女祭司兼神明的护士，他们总会在巴克斯的派对上出现。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给他注射神明的维生素 B12 注射液。等等，那怪物杀了巴克斯，但没碰那些侍女吗？他们很有可能还在弗罗里，他们很喜欢跟着他。我可以带你去。好啊，太好了，谢谢你，乔西。不用，你给我快点查清楚加快咒的事。好，真没想到你被感染了，你什么都没说过。对不起，你是在等我告诉你吗？你一开始就没有说过你的状况啊，你那么善解人意，我以为你知道了。我那晚心情很糟糕。那太好了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离婚了。你是第一个看似了解我经历的人。好吧，算了，听我说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到底怎么了？我们到底怎么了？还有那加快咒，我不是什么都知道的。你是个神秘动物学教授，有什么是你知道的？变狼症是一种诅咒，会根据月相变身，行为上的改变应该是无害的，但是中了加快咒后发生改变就不同了。这听起来非常糟糕啊。幸运的是，这只会每30年发生一次。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，你的变狼症状会加速出现。首先，你会出现梦魇或是清醒梦。这诅咒到底想让我怎么样？跟一个没被感染的人进行交配，或是杀了他们。我的天啊，月亮越接近远日点，你的欲望就会越强烈。抵达远日点后，你的变狼症就会达到最高点，让你兽化或狼人化。我上过你的课，海伦，我知道兽化是什么意思。为什么我不能在加快咒过去之前把自己锁在一个笼子里？因为那样满足不了你的欲望，你必须做爱或杀人，否则你会把自己的内脏都挖出来。就是因为这样，诅咒才会不断扩散。这咒语挺有意思的。是啊，很有意思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在接下来的2天内强奸或杀了一个人。要是你一直强忍着，你很有可能会2件事都做，或自杀，你知道吗？所有选项我都说出来了。那我该怎么做？我们该怎么做？你有没有想过使用 Tinder？ 什么？不要！我患上了很糟糕的性感染疾病，这基本上让我失去了一切跟人上床的欲望，所以别想。等等，你试过？是啊，而且成功了，所以我现在还没发疯。你很有魅力，乔西。在你的狼性为你做决定之前，找一个人跟你跳舞，肯定不是什么难事。祝你好运，乔西。图书馆不知道我住在这里。对不起，这里有点乱。关于我带你过来的方式，
我也不想那么粗鲁的。我只是想在你被抓前带你离开那里。你还记得我吧？我是克里斯多福·普拉瓦。你是让马丁·查特温变成野兽的儿童性虐待者。我还写了很多很受欢迎的书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那是很长又很无聊的故事。重点是我们可以帮助对方。我需要人帮忙。不，而且我知道你需要我的帮忙。你想要逃离秩序组织的追捕，对吧？你看起来也是啊。你没有跟圣诞老人一起离开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雪橇。你要怎么说都行。但我知道真正的原因。请别碰那个。你留下的真正原因，是为了找你的书，你和你朋友的书。那些书在你这里吗？那些书在修订室里。但我知道修订室在哪里，所以只要你帮我一个小忙，我就带你过去。怎么样？我不知道你父亲为什么弄那么多飞机。他喜欢飞机啊。兴趣吗？他已经死了，妈妈。别再批评他了。我完全不想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但也没别人会过来了。茉莉很生气。你也知道他对泰德的看法。我知道，对不起我。我当时在旅行，我电话没电了，然后。你是我认识的 Y 世代青年里，唯一不会24小时埋头看电话的。你真的要这样吗？他到底怎么了？人都会交朋友的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他也很正常。我跟他离婚的时候，他很正常的那。他的朋友呢？没人出席葬礼。我不知道。他有跟别人约会吗？算了，我不想知道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些东西装进箱子吧。没错，除非你想留着这些垃圾。我找到了一个上周的男人，愿意接手这些东西。但你必须在明天之前收拾好。我知道了。好。小心，别打破任何东西。真是他妈的老天爷。好像被抓去玩结婚做爱杀人的真人游戏了。但我没有结婚这个选择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他妈的完全没头绪。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坐在这里，双手托着我的头，在百霍伯曼的典型绝望姿势吗？好吧，我有个计划。我们解决这件事。我不想增加你的烦恼，马哥。所以你就打算坐在这里，任由那些糟糕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吗？现在又不是舞会之夜。我很肯定的是，你对我发怒是解决不了任何事的。我不会发怒的。很好，这就是我想听到的。我们会想到办法的。即便想不到，也要尽力尝试找办法。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没人能打破这诅咒了。这就像疱疹，像打不死的蟑螂。我在印度尼西亚部落仪式的资料里找到了一些线索，应该能阻止超自然变身，也有可能是让人变身的仪式。我的印尼语不好，是优步的通知。你知道吗？他们的风蚀定价真的让我……不，不，不，我也很讨厌风蚀定价。你没事吧？我跟任何人发生关系之前，都会先说明自己有变狼症。这跟优步有什么关系？可是伊萨克不会。所以到底有多少人跟伊萨克上过床？只有一个，我现在就去提醒他。真是个很棒的星期一。只要施下相应咒语，我们就能从这本书里找到其他世界吗？这本书叫世界书。我看到。所以这就像百科全书，比较像是地图集。你在找哪个世界可以让我幸福的那个，能够成为我归宿的那个。
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对那没兴趣。我只想去一个我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的地方。我不会再那样做了，我发过誓的。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你。我被马丁折磨了很多年，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自己做过的事，还有反省。你有没有试过无意间伤害一个你爱的人，爱丽丝？我没虐待过小孩，但我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。难道你不该获得幸福吗？不该。别对自己太严厉了，我们都该获得幸福的。我不觉得你该获得幸福。我不在乎你怎么说，要找到修订是你需要我的帮忙。所以你能不能帮忙我施展这魔法，还是你坚持自己行动？你是谁？嗨，我是乔西，我是伊萨克的朋友。伊萨克，他跟你上过好几次床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现在不太方便。不，伊萨克要我跟你说件事。是一件急事，可以让我进去吗？拜托。你是怎么认识伊萨克的？我是在犹太露营时认识他的。这有点奇怪，他为什么不直接拨电给我，反而派个朋友来找我？他得了喉炎，所以发不了信息吗？他的手指都受伤了。无论如何，我要跟你说伊萨克的烦恼。他非常不好意思说出来。他感染上了一种病，他很担心你也被感染了。感染什么？跟疱疹差不多的病。他把疱疹传染给我了。我说的是跟疱疹差不多的病。那到底是什么？只有出现了相关症状，才能知道你是否被传染了。所以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些症状。好了，犹太露营的乔西，我居然要跟你讨论尖锐湿疣和阴道分泌物。我们才刚认识啊。天啊，他妈的，你最近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？没有。我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让你尽力。很好，你有没有梦见过什么奇怪或暴力的梦？也许有呢。好。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有点荒唐，但你最近有没有觉得控制不了自己，想要跟男人发生关系？滚出我家。等等，不不，我不是想吓你。什么啊？滚出去。好，拜托让我帮你。我只想帮你。这几天我很痛苦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我到底怎么了？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我保证这不是你的错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？那里真是一团乱啊。一团乱？是啊。哪里？我的天啊，也没有太糟糕吧。一整片森林里的人都发生了一夜情，这真的有可能发生吗？是啊，大自然不应该这么糟糕啊。你觉得我们要找的是他吗？等等，别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有活着的意义。我是名士女，我要侍奉的神明死了，我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谢谢你们至少了解了我人生的意义。不不，等等，拜托别这样。我们需要你的帮忙，肖莎娜，肖莎娜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忙，肖莎娜。水蜜桃酒，巴克斯特地留给会说话的熊的。我们喝一杯怎么样？好吗？巴克斯也会希望我们喝一杯的。天啊，确实如此。好吧，我们敬巴克斯，敬巴克斯。天啊，这味道像尿味桑格利亚酒。我不在乎，喝下去。敬巴克斯，巴克斯，真好喝。我原本是名女神，但我放弃了我的力量。现在我没办法使用魔法了，但我刀枪不入。
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曾经是女神。对。要不是其他侍女像一群婊子那样喝了毒酒，我也不会这样。也许你帮了我们，我们可以。抱歉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想读一读你的气息。你能不能别拿松球对着我？好吧，我想也是。没有结果。我知道一个可以替你进一步进行分析的仪式，但是这是很私密的事情。好吧，我没关系的。问题是我不能进行那个仪式。为什么？我不相信你。我可以帮你解读，但你需要找一个相信你的人来做，一个崇拜你的人，崇拜你身体和心灵的人，来进行那个仪式。有想到谁吗？好吧，我帮你。天啊，因为我没有及时赶到，一个无辜的女孩就成了杀人犯。别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，狼小子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她是不是无辜的，居然会跟优步司机上床，这跟寻死有什么差别？这么说对事情没有帮助。喝吧。这是药水吗？是酒。也好，在你处理家事的时候，我把这印度尼西亚部落的仪式翻译了出来。好消息是，这是布雷克比尔斯的一年级选修课，所以我们绝对可以在不抢劫魔法银行的前提之下解决。唯一的问题是要找到一种珍奇材料。你说的是什么样的珍奇材料？我们需要一只活的科摩多巨蜥，并取出它的心脏。我听说坎耶在纽约的公寓里养了一只，听起来正是我们需要的。走吧。等等，我有东西要给你，里面装了银子弹。加快咒让我变得越来越奇怪了。如果我变成了狼，你可能需要阻止我。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个地步的，我保证。走吧，去偷坎耶的蜥蜴，如你所见。要不被发现挺难的，要是能让光线弯曲就不一样了。无论如何都一样，偷书并不是最大的问题，不是吗？要是图书馆发现书本不见了，他们一定会追捕你。如果他们读过我的书，就肯定知道我的准确位置。是啊，但是他们会不会读了你的书，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呢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在写《流浪沙丘》的时候，也学习了魔法。我一直推迟交稿期，直到我发现了一个自动创作的咒语，只要让他知道故事设定，他就能写出紧密相连的故事。我想好莱坞一定很常使用这个咒语。看来网飞也一样。我们要怎么施展这个咒语？我们先偷走手稿，把结局抽出来，施下咒语来替代那个结局，然后让他们拿去装订成书。你看到他改写的结局后一定会很惊讶。让我猜猜，只要我帮你启动世界书，你就会教我怎么施展这咒语，对吧？这样才公平啊，不是吗？你想要我的帮忙吗？妈妈，我说了明天前会收拾好的。天啊，说话啊。我在你王父的冰橱里找到这个不是我预想会看到的东西。你杀够人了吗？就是那什么，你父亲死了，我以为你会发怒，然后杀个什么东西。那是我会做的事，一般人是不会这么做的，至少现在的人不会。你不打算杀任何东西吗？有意思。要吃冷冻豌豆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那走吧，我吃腻这东西了。可不可以给我点时间收拾完这些东西？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是啊，这游戏挺有趣的。
爱你死去的父亲的游戏。我不明白，这不是游戏，这总有一个人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吧？你会想念谁吗？我不记得了，也许你是对的，我也许可以通过这个学点什么。我就让你玩这个游戏吧，我会好好坐着，不会杀任何东西，然后看着你思念你的亡父。这是你在做的事，对吧？对，差不多吧。这是我做过最奇怪的事，但这可能挺有趣的。他没有撒谎，这确实挺私密的。是啊，脱光衣服在身上涂油的又不是你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在我看来，我们没别的办法了。你有办法吗？等等，也许还有别的办法，没那么痛苦的办法。痛苦？不是痛苦，你明白我不会坏掉的，对吧？我不是什么温室小花或脆弱的玻璃，我是个人，人都会痊愈的。听我说，我只是觉得这样的发展让我觉得不太能接受，但重点不在你身上，所以只要你别想太多就好了。我正在尝试，也没什么你没看过的。嗨，我想我该开始了。是啊，好吧。我怎么了？我要碰前面了。你是在你问能不能碰我的胸部吗？我是在我问能不能碰你的胸部。你可以碰我的胸部，但别太用力。怎么了？这很冷。对不起，我可以先搓一搓手。我也觉得很尴尬。你准备好替我洗脚了吗？现在怎么办？大叫。现在吃下去还挺不错的。我说过了，一危物种并不危险。我觉得我会生病。别把那蜥蜴心脏吐出来，我们可是杀了一只异危物种来救你，你最好不要让我们前功尽废。我真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来见坎爷，但没有我原本想象中的那么糟。很好，乔西，你想要我吗？你知道现在该怎么做吗？马上在车里跟我做爱。停车？什么？马上把车靠在一边。他妈的，那个仪式没有效，所以你就大叫跑到车外吗？让我进回去好吗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让你变成狼干死我吗？不，我刚刚确实想做爱，但你现在安全了好吗？已经过去了。怎么过去？我把一棵树变成狼人了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明白了，这不是长久之计，但至少能在我们抵达目的地之前压制着我的欲望。你可以告诉我目的地是哪里吗？布雷克比尔斯。我以为这会很有趣，但并不有趣。我快好了，再多一会儿就可以走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比较有趣。不，住手。我不明白，你爸爸死了对吧？这些东西都属于你了对吧？没错，属于我。你想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？因为我答应我妈妈好吗？天啊，真没想过我需要解释这些事。为什么你妈妈有这样的权利？因为我小时候打破过一个烟灰缸，她现在仍然认为我会破坏一切。因为无论如何父母都不会改变自己对孩子的想法。既然他们不会改变自己对你的想法，那你为什么要在意？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他说的没错，我身边的东西都会坏掉，爱丽丝，我爸爸，还有我的魔法。那就尽情破坏吧，那是你的飞机，你可以随心所欲的破坏，也许你会觉得好一点。昆汀·科德沃特，马哥汉森，爱丽丝·奎恩，我也不想怀疑你，
我已经按照约定帮了你，但我无法保证你也会帮我。天啊，你真的好烦。好吧，我会帮你施咒的。但你似乎不想这么做。你应该明白我担心的是什么。我没必要满心欢喜地帮你啊。我给你个忠告。你要是想活下去，就别再折磨自己。也许你可以多讨厌自己一点。然后别再披着罗杰斯先生的外套。你认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能判定他是个怎样的人，但你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时候，你就会讨厌自己。爱丽丝，事实永远不会是那样的。你根本不了解我。我明白，无论多想改变一件事，都改变不了的感受。小孩子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感到矛盾。也许我就是那个不好的示范。我只是想帮你。别再这么做了。怎么了？昆汀的结局，他会死。每一本书的结局都是这样的啊。他下个星期就会死了。如你所要求的。我的洗脚水。挺浑浊的。随你怎么说吧。那是什么意思？现在说什么还太早了。但这挺有意思的。你不是说自己没有任何力量吗？是啊，我完全无法施展魔法。那是不同的。这真的很奇怪。你说自己以前当过女神。是骗我的吧？不是啊，但是。既然我没有力量，怎么会是女神呢？也许你以为自己没有力量。但。我没见过这样的事情。所以现在没事了吧？你不会自杀了吧？不，我现在不可以自杀。我必须跟随新的神明。天啊，我觉得你反应过度了。我可能会强奸你或吃了你。我不知道事情会变得怎么样。你没必要放弃，一定有办法的。还有2小时加快咒就要取代我了。如果这表示我是个胆小鬼或什么东西，我真的非常抱歉，但我不想强奸或杀任何人。拜托，该死的人有很多，光是布雷克·比尔斯我就能想到6个了。所以拜托你振作起来，我绝对会带其中一个该死的人过来的。托德确实欠过我人情，他没欠你他的命。是吗？我做不到，马哥。你不能什么都不做，否则你会死在笼子里。至少我能接受那种结局。虽然我会死掉，但你明白我说什么就好了。别说废话，这跟放弃自己的性命有什么差别？这应该算是伟大的牺牲吧？去你的伟大牺牲！你说什么伟大的牺牲啊？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你没别的选择啊。你没办法治好我的好吗？有些东西坏了就是坏了。这是轻言放弃的人才会说的话。我以为我想死吗？我当然不想死。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。你不放弃反而让我觉得很痛苦。你想做蠢事吗？我没问题。你在做什么？更蠢的是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马哥。我控制不了自己的，我可能会杀了你或怎样，干我吗？马哥，这个诅咒是解不开的，我不想让你面对这种事。加快咒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。我不希望再失去一个朋友，好吗？我也不能让你杀人，但我可以同意你这么做。该死的，加快咒让你的接吻技巧变得很好啊。我知道，这比我想象中更能宣泄情感啊。很有趣，对吧？接受死亡之后感觉很好吧？少少吧，还是会伤心，但没那么伤心了。我需要你帮我找更多神明。
你感觉好点了会对我更有帮助。你应该知道你的朋友艾略特已经死了。如果你想可以继续砸东西。然后我们再去吃点什么。好吧。真我无法相信我们居然这么做了。我改变了你的世界。接受吧。不，你很棒。只是。但是我现在可以跟任何。没感染变狼症的人做爱了。而且也不会感染他们。所以。男女交配是什么时候发展到。多过一人交配或人兽交的。都没包括在我最喜欢的十种方式里呢。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还是同一个问题。加快咒的事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要怎么处理？30年后吗？我不会活那么久的。就算我活了这么久，托德也是欠过我人情的。你在开玩笑对吧？你在开玩笑。那这算什么？这只是普通做爱对吧？我们不是。你知道的。我救了你啊混蛋。就当普通做爱吧。谢谢你马哥。没找到解决办法真的很抱歉。你明白吗？我也很抱歉。为了救他我愿意做任何事。但我想他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我感受到了他灵魂死去的那瞬间。他只痛苦了一秒。我保证。他没有受苦。你会回心转意的。我知道的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马哥。